신랑 입장. 하카입니다. 这是我第一支影片，所以我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我是生活在韩国的马来西亚华裔，我的太太是韩国人的原因呢，就选择在韩国生活。我也非常喜欢韩国，所以呢，我就选择来这里生活。当然，就像我的频道名字一样。 哈卡，尤其后来改呀还有啥一两个哈卡哇。但是主要呢，我会以中文来分享我的影片。我的频道呢，主要是关于我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在韩国的生活点滴、韩国的美食，还有韩国的风景。如果你也对韩国的生活点滴、韩国的美食，还有韩国的风景感兴趣的话呢，订阅我的频道，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分享的影片了。 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韩国人结婚都需要筹备些什么？Sagi，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博览会。사진촬영은데동영상은따로안되셔가지고아그래요刚刚结束了婚姻博览会，去了解这个 wedding planner 在韩国结婚是怎么办的。 那你是不允许拍视频的，所以我马盖就马样了。现在，读盘我，我的东西先等，再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餐厅见。OK， 我们现在来到餐厅，快坐。刚刚聊解了一下他们是怎么的一个流程呢。比方说，2022年9月份你要结婚的话，你一年前你就要准备婚纱拍摄，还有婚礼场。就是韩国人结婚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他的婚礼的场面，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有大有小，哇，像星空顶的，也有像很光亮的场面，你可以自己选择。 他们一般这个活动你有什么东西呢？拍摄这个婚纱和你的这个化妆是有包含在内的，大概是刚刚是200万，还有一些折扣的话，大概是160万韩币。还有什么需要添加的呢？就你婚礼拍照的时候呢，你要再添加50万，去请一个摄影师来拍你现场的一个费用。你拍婚纱的时候，还有你。 婚礼当天呢，你需要一个阿姨帮忙新娘子去拿那个裙子，或者是还有什么，就是帮忙新娘去照照你呢。拍照哎，你还一年20万，拍婚纱那一天是20万，然后你婚礼当天你也再给20万，所以总共40万。就刚刚说的那个studio里，他只给你电子版的照片。 还没有包含 album 的照片，那个呢你要再补35万，所以现在计算起来呢，已经是125万，然后接下来就是新郎，计算大概在100万韩币左右。结束了婚礼过后呢，我家人是的一个韩式的小型婚礼，那么那个婚礼呢，穿着呢那个韩服。 都是要租的，50到100万左右。这50到100万呢，是只有新郎和新娘穿的，我们的家人要穿韩服，又要另外再付款的。然后这些种种呢，只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选定一个婚礼场。以上呢，就是我结婚的一个价格。 这个费用呢，在1000到1200万左右的价格，这个价格呢已经是最普遍的价格。我们还在考虑当中，说了这么多，我都还没吃饭，我先吃饭，吃饱了我们再聊。
吃完饭了。那韩国的婚礼要筹备的东西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可以在留言告诉我。这是我第一次做的影片，肯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会努力的去做改善。希望大家喜欢也给我点个赞呗。一下讲完的话就冇讲了，太太你写给写给写给。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关于客家在韩国的生活、韩国的美食还有韩国的风景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一定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让我分享一支影片的时候呢你都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안녕。